各位哥哥姐姐早安。哇，你终于从阿妈家这里出来了啊。嗨，你推我去哪里？好，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金马仑一日游。好，今天的早晨的天气开始下毛毛雨了，然后好凉爽哦，而且超级冷的，我的脚都开始发抖了哦。第一站我们来到这里吃早餐，这是哪一间店？就是姐妹饭店，试一下这里的早餐哦，好美哦，今天的景色，而且哦在下着毛毛雨，这种毛毛雨哦是飘着来下的。你到了，这里的 menu 哦是要看牌的，就是看这个牌，每天都会画新的，只有在这里拍个食物。马来西亚经典早餐不能少过最毒最毒的餐饼，而且还是蛮毒的。是哦，太夸张了吧，整个太夸张了。然后另一个毒品就是半蒸熟鸡腿。哎呦，通常一set有两粒，然后倒进去，然后再加上一些，一定要加它的灵魂料理，酱油还有胡椒粉，不要撒太多，不然会很辣。哇，全部食物到了，好多食物。来，烧面包讲点来吃啊。烧面包，来点一下。哇，流口水吗？我帮你吃。今天美儿不吃水果，吃面包。就正常。好好吃啊，我帮你们吃。有时候哦，以为在山上是没有车的，这里的车我比基隆坡还要多。你错了，这些都是交货的车，你看全部都是 Hilux。 他们都是要上刚才那种山结果去拿货下来，然后拿去那个发货厂那边发货出去，给大家可以有新鲜的食材可以吃。来到金马仑，其中一个景点一定要来这里，老边的饭，欣赏漂亮的花。今天礼拜天真的是超多人的。
这里到了另一个景点，就是仙人掌花园。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来到山上，不能错过的就是吃甜品啦 ！Oh my god！ 就该傻了，这里的甜品除了草莓塞勒，草莓在下面，然后草莓苹果派，唯一一个没有草莓就是它。这里是草莓园呐、啊。Yummy food. I like yummy food. Good, mom. 走累了，现在要吃晚餐了。这里是仙人掌餐厅。食物到了。人家做新布咯，推你们两个汤底嘛，它是二用的，又可以烧，又可以喝汤。这种是泰国传统的方式，是这样子的。泰国的方式是这样的，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吃法嘞。然后这里的菜则是超便宜，一碟几块钱，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。然后不能少的是肉啦，对我们这食肉者非常重要。食肉者，哈哈。而且这个炉是用炭烧的，它的火是比一般 gas 炉还要更热。所以煮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它是很用猪油烧的都黑了，猪油烧一下子就黑了。平时我们用炭烧哦，用 gas 烧哦，没有这样黑了。肉来了，哇，烧肉啊！终于把全部食物吃空了 ，Let's go！ 现在我们要去另一站。
哇，不知不觉我们这个金马伦的旅程一天来到晚上了。晚上通常是做什么呢？我们都会找一些 location 欣赏一下夜景。其实这类型的夜景在金马伦有很多个地方都有，可是我觉得在吉隆坡待这么久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乡下的夜景是怎样的。这些灯，而且还有那些昆虫的声音啊，晚上叽叽叽叽那种昆虫的声音啊。我们静一下几秒钟听一下。嗯。这些盆根灯，我们听他们这里的人说是都是大多数都是种花的，就是他不想要给他的花掉下来，因为花如果一没有阳光的时候，他们会比较憔悴、小凋谢这样子。所以他们晚上都会开几个小时的灯给他去支撑他。哦，所以不知不觉金马伦在晚上的夜景就是这么美的啦，很漂亮啊，真的。对对对对，他不同的时期会开不同的旁的灯的，好像昨天我们来的时候是这一里是粉红色的灯来的，然后今天我们又回来这里的时候，他这粉红色已经关了，然后就是后面那些黄色的灯。好了，今天的旅程就讲到这里，明天还有哦，继续关注我们，拜拜。